转一圈给大家看版型哦，不论你是高个、矮个、小个，它本身就是长版大衣，它就是很保暖，它是厚毛呢、厚毛呢的料子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挺哦，毛呢的料子，然后呢可以保暖，可以好看，可以显瘦。再来呢，它是 S、M、L。三个尺码，它是一个长版大衣，有副口袋给大家。再来，它是厚毛呢，所以你们每个人收到，你看哦，领子都能够很挺很挺，非常好看。长度呢非常刚好，就是到你膝盖的位置。再来呢，它就是有点长版风衣外套式的感觉。那如果呢，来这一件呢有附一个袋子送给大家。如果今天天气很冷，你很想要就是把衣服关起来的话，来，我们有一个绑带给大家，来，你给它绑起来。好，我呢大衣的话我都喜欢打平结，我觉得比较有质感一点点，看你们大家自己，非常非常的显瘦，不会因为你今天是冬天整个人看起来胖胖肿肿肉肉的哦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只要版型好看，绑带绑的位置正确，你就不用担心。我跟你讲哦，它的保暖程度是100分，它的大领子就是那么的笔挺，你收到也是一样这么样的挺，非常非常好看。黑色，我跟你讲，黑色就是时尚100，时尚100，显瘦100，然后呢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闪失跟错误。绑带给大家，你要绑成大衣式的，你看超级有气势耶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腰，你只要这个绑带送给你，你的位置绑对了，你整个人会很纤细，是厚毛呢哦，不是薄的毛呢哦。